欢迎大家收睇协力新闻。你好，我是一个不专业的新闻报道员皮丘。今日中午时间12:20，著名手机游戏 Puzzle and Dragon 的掌舵人山本大介在色神铺入面购买必中包，并且抽中了暗属的阴阳省。大家一起看看他抽蛋的情况先。就以上事件，山本大介本人表示：哇，哈哈哈哈哈！大量玩家作出以下不同的回应：山本，你食屎啦！必中包啫，唔使咁激动嘅，即系叫你买必中包啦，哭佢过街。你想我俾 dislike？ 抽咩都好。你都赚唔到七襟宝，山本，我屌你老尾！如果不是任抽嘅玩家照顾你哋 ，PAD 玩完了，哈哈！普天同庆，一人派一隻六七星龙啦！山本，你几时唔捞啊？仲有一啲不愿透露身份嘅人表示得啦，叻啦，干你山本，以及屌你啦契弟。而 Co-op 级嘅 CEO 皮丘就此向山本大介嘅菊花表示最深切嘅慰问。点啊？使唔使帮你查翻啲药膏啊？协力新闻报道完毕，再会。Thank you.